你的腳手好像很穩頓，不過做事情起來很流利，你經過考驗嗎？明天再來上班。明天再這麼快喔？我代表這樣做家伙啊，你剛才跟宋梅做伙的時候，是不是開工得很高興啊？剛剛你還是亞俊看我跟宋梅亂想什麼五四三啦，啊就沒緣啦，我要來回來啦。每個拜五晚上八點，台視生生世世